飙出新世纪，创新有够力，智慧科技可以持续来带领改善我们所有的生活。譬如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拿着手机，我们可以去搭乘大众的捷运，它可以当作悠游卡来使用，也可以拿着手机来出入各种会议场所，可以进出大楼当作一个门禁卡来使用，那么也可以拿着手机当作出勤卡来使用。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三方支付法的通过，我们建立了行动支付平台，我们可以拿着手机当作一个信用卡，那么我们当作信用卡，我们可以拿着手机就可以来做消费，我们不用很多张卡，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可以想见智慧科技带来我们生活的便利性，所以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么今年是4G的元年，根据资料，全台湾有1430几万人持有智慧平板跟行动装置，普及率达到70%，再配合上物联网，可以加速我们家庭的自动化，更快速的来让工业自动化。那么可以想见，我们以后的生活再搭配物联网跟云端的服务、应用服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进一步的美好。我们是不是给理事长跟他的团队一个热烈掌声，好吗？非常谢谢啊，非常谢谢。那当然我们有这个机会也主要是因为卓正是经济部跟刘主委给我们这个机会啦。过去大概都是台北、台中、高雄、台南都被跳过了，那这一两年有关注到我们台南，给我们机会，未来也恳请经济部各位长官还有刘主委给我们多多帮忙，能够邀请更多的厂商一起来参展。那么来参展的时候呢，计较位嘛较侪吼，卖好阮杨理事长吼，甲伊个团队安尼孤军奋斗，足辛苦的啦吼。咱是伫个卓正次甲刘志伟先留下好不好？啊，甲拜托一下啦吼。希望明年呢，我们杨理事长不用这么辛苦啊。那当然，我还是要感谢各个厂商的参展啊，包括我现在看到的是 Acer， 是华硕还有中华电信嘛，各个厂商都有来，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参加，所以我们才有办法举办起来，也拜托，明年，能够持续，大家一起来。刚刚杨理事长讲得非常好了，我们人口188万多人，大概占台湾人口的8%，我们的购买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刚刚杨理事长、赖市长都对这个活动做了很深入的说明。事实上，跟各位报告，这个知兴业的活动，我们是从民国69年起就开始举办，到今天已经举办了34届。那么这个知兴业的活动也是我们全国最盛大的知兴业教育推广的平台。那么这一次举办期间，在前面已经在台北、台中、高雄都已经举办了3场，把最好的我们好酒成瓮底我们留给台南。那么因为我们累积了前面3场的热度跟经验，那么我们也希望让台南的乡亲能够亲身的体验到我们国内最好的资讯科技还有创新跟发明的应用。另外这一届的台南资讯展，刚刚杨理事长也说明，有超过100家以上的厂商来参展，用了将近400个摊位。先看到左边的这个媒体朋友，好，这边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左边这边拍完之后，请我们所有长官来，我们面向右手边的镜头，面向右手边的镜头。那如果还没有拍到的媒体朋友，待会可以在中间，我们最后我们中间还会有一个镜头。好，
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往正中间来看。好，我们看中间的这个镜头。现在呢，请所有现场嘉宾大家一起帮忙倒数，我们从三二一开始，三二一，来启动四 G。紧接下来呢，齐齐呈现一下没有了另外一首动感的舞曲。